进一走到这里真的很不容易，以一敌八，冲出重围，一次很不一样的全新的人生体验。他耳机是怎么真的很不容易，千万别放弃，快乐比结果更重要，音乐的东西真的不是说简单的成王败寇。有请本次新生突围赛的最终胜者，会是谁呢？决赛前的最终对决，冲冲冲！哇，意犹未尽的感觉。1v1淘汰局残酷上演，命运的反选时刻，败者将止步于此。你让我二选一还行，让我一选七，冲刺！哎呀，赶紧玩东西！我选我，选谁就是缘分嘛，这就是黄金守门员的宿命。爱奇艺自制，雪碧，我是唱作人二。重仗将起，放肆一搏。那他们赢的人今天要唱3首歌？对啊。哇，马迪都没唱到3首歌。